手壮士携台北报道，一年四季更迭，每个季节皆有不同玩趣及季节限定活动。随着夏日到来，玩家们不妨掌握季节限定活动，以规划旅游行程。有鉴于此，易游网推荐全台夏季限定旅游攻略，民众可予以参考定位。即将到来暑假假期，规划国内旅游行程。艳阳高照的夏天，玩水消暑行程备受许多人青睐。离岛旅游在夏季时期亦是人气夯，像是热门旅游的澎湖，纯净蔚蓝海水是从事浮潜、立桨冲浪、海底漫步等夏季水上活动的理想的点，吸引众多旅人前往。海边戏水，从事水上活动之外，精雕细琢的沙雕作品也是夏季沙滩的一大焦点，如福隆国际沙雕艺术节、云嘉南一箭双雕艺术季，来自各国艺术家所创作的精彩沙雕作品，吸引旅客参观。季节限定的花期、水果物产季、生态景观等，往往也让旅人在特定期间慕名前往。好比夏季的六十石山金针花季，花季期间黄澄澄的金针花铺满山头，山谷有如染成金黄耀眼的色彩，美景吸引大批旅客趋之若鹜。另外像是台南御景芒果季、雪霸蓝莓季，可体验亲自采收的乐趣，还能寓教于乐，相甚受亲自旅客喜爱。此外，马祖的夏天是燕鸥归来的季节，此时可在海上看见成群的燕鸥回到岛礁上，独特景观是马祖夏日必赏重点之一。暑假期间许多主题节庆也陆续展开，如小朋友喜爱疾风玩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，洋溢欢乐氛围的打卡热点轻轻风车节，高人气的热气球盛会，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，具文化体验意义的花莲原住民族联合丰年祭等，不同的主题性活动是夏季备受瞩目的旅游焦点及吸引旅客游访。易游网搭配夏季限定活动也推出多种游程，如澎湖基酒自由行3,4990元起，环岛之星热气球嘉年华2,6900元起，环岛之星台南御景雪甲2,9300元起，游轮式列车渊明丰年祭花东3,12200元起等。此外，易游网还推出独家夏季限定游程，如清净农场、小小牧羊人夏令营丰富2天，亲自一同体验牧羊工作及制作绵羊盆栽、羊毛娃娃的手作课程，售价6,500元起。环岛之星仲夏报道号，花东丰富2天，搭乘古董蒸汽火车造访花东特色车站，感受复古怀旧的谍道风情，售价10,950元起。每年金针花盛开期间，吸引旅客络绎不绝前往欣赏美景。易游网提供炎炎夏季玩水消暑行程，备受许多人青睐。离岛旅游在夏季时期亦是人气夯，各式水上活动亦是备受游客喜爱。易游网提供热气球嘉年华盛会，吸引旅客在高空欣赏台东之美。台东县政府提供易游网推荐全台夏季限定旅游攻略，民众可予以参考定位。即将到来暑假假期，规划国内旅游行程。资料来源：易游网提供。